Cho nên thầy xin xin kia nghe đấy của anh chị nhé. Hãy bỏ hơn, xin xin kia thông sinh bây giờ nhỏ chuẩn bị xong phù kê cầm con giờ nghĩ kèm nhiều nhiều cầm sĩ hát kê khi thông đặc hơn bổ sung kê công phù tại thầy cầm sĩ cầm nhận có thể nhận chỉ phù trao cho hồi linh nhất ngọt kịp tuyên就係覺得四旬期冇咩意思而咁，要我哋睇一睇四旬期。喺四旬期有六個禮拜嘅時間，呢段時間其實係為咗深化我哋嘅信仰，同時配合分析。同更新，好使到信仰有個重新嘅開始。喺第一篇嘅裏面，梅撒同以色列人喺沙漠中過咗43年流浪嘅生活，跟住為佢哋進入福地嘅新生活。而就好準備，呢啲都係生前我哋喺四旬期時要做嘅，為進入與天主耶穌復活嘅新生活而要做好嘅準備。四旬期嘅第一個主日福音。讲在沙漠中耶稣受到试探，在耶稣就未开始他的使命之前，他在沙漠里面完成了40日的准备，要面对魔鬼的诱惑，我哋都可以感覺係一個開始嘅時間，例如聽日我哋嘅慕道者會舉行恩選禮，成為新嘅學世者組員，係三步，係復活節。前夕的那晚，透過神靈見證和聖體領受一門聖事，今天這個主人是孩子他們在準備領世前最後六個禮拜，而我們在最後每個主日都為他們祈禱，同時為我們已經領了洗的人都是這個開始，同時我們習慣了一些舊的舊有舒服的做法，都想繼續留下，不想改變。我們主謝俊傑要接受考驗，要去接受舊年新天地，相當於耶穌喺沙漠嘅40日生活。耶穌為將來嘅使命做準備，40日終於三次幫助，呢度我哋唔可以覺得耶穌嘅身體魔有完全只係福音講，
今日發生。其實呢三次摩友，即係包括耶穌面對群眾時嘅公開生活，福音裏面講出有啲例子，例如當法利賽人叫耶穌行奇蹟，為要表現出佢嘅神蹟係得到天主嘅許可。耶穌喺十字架度時間，啲人同耶穌講：靠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從十字架上下來吧。耶穌行咗真病奇蹟之後，耶穌提出他們要來強迫他入他的位置。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耶穌這些誘惑都被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的生活就好似以色列喺沙漠咁流浪，會被沙漠中天主有冇臨在佛山懷疑，遇到沙漠考驗時候，會有絕望。不妨參照一下儀式，問在沙漠中生活的考驗和耶穌怎樣面對摩友。以色列人抱怨因為不夠食，但耶穌說人生活不只靠餅。當時以色列人時時容易追求拜假神偶像，例如金牛，但是耶穌說你要成為神主你的天主，為得侍奉他。有一次以色列人想侍奉天主，叫天主給誰他們，不過耶穌這樣說：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在這裡耶穌顯示出他對天主完全忠誠和信任。當我們講關於誘惑，我們通常會想到的就是不潔淨的思想和行為，講禮話、發脾氣、是非、八卦都幾簡單，但是真正的危險誘惑原來是想自己擁有所接觸到的物質財富，要人人都重視我的存在和成功，要控制以及擺佈其他人同埋事，為滿足自己嘅私欲等等，呢啲都係好危險，因為佢哋會難益或者利用他人同事物，純粹只為咗自己得到個人的好處。很多時我們會不知道這些今天的福音所講以及寫進去的意義和目的，正好成為
我哋份圣心嘅良机。今日福音最后一句话，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耶稣。最大时机，耶稣以正话举正话嘅耶稣和正话嘅斗争，唔会变结，会喺佢生命中随时出现，再出现，直到佢系就马嚟完中最后嘅事实，同埋喺十字架上为自己。同样为我哋嚟讲，生活当中同自私、贪心、愤怒、敌意、妒忌等等罪恶嘅斗争，都唔会咁容易结束。原来原因系人容易想拥有好多嘢，由于系人自己唔想同其他人分享，喜欢控制人，代替咗是服侍他人。而要成功对抗罪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生活在耶稣带给我们的爱、真理、自由和和平的常识，作为基础的一个爱和正义的团体中。所以我们需要写尽期的时间来讲作正化我们的生活。天主保佑。